美方个别人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偏见，借所谓人权问题对中方污蔑抹黑，企图干扰阻碍破坏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和举行，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。美方个别人的言论充斥着谎言和虚假信息，是典型的美式闹剧，注定不得人心，也不会得逞。